生孩子。妈妈的不易，感同身受，这个争取生一个。他们上次富人来的时候，还出生率蛮高的，应该是今天生吗？谁生了？三位都生，有三位都生了。对，还有一位呢。看你生的儿子还是生的女儿，我可以认作干儿子。哎呦，你这么重啊！这床不是太吗？你重，以为把别人床给弄烂了？这床不错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直接可以调到九档。好吓人！我就看廖文好像坐这儿了，是吧？坐这儿把着这个，忘记了，但是好像讲过。紧张吗？紧张。有一点啊。正常生的时候是会把这个腿卸下来。这个对，底下那条会支起来。哦。实际上是下巴是没有的。哦，设置成功。不是因为我妈是抱不成，因为双胞胎，不接还是生，两个都是，生不了。嗯。来吧。来吧。粘肚子上。嗯，对。把肚脐那块，那圈的两边那块吧。它平缝等级好像是裂骨断裂的等级是吧？肋骨。嗯，没胸的生那么夸张。没有那么夸张吧？我听别人生孩子像断了几个肋骨一样。马哥。因为你那是持续好几个小时，十多个小时，你这个只是。一会儿。一会儿。疼一会儿就好。就是疼一下，一瞬间。一瞬间就可以了。就是对你只是模拟的一瞬间而已。一瞬间的疼痛。真正因为妈妈生的时候要熬七八个小时、十几个小时都有，是，因为它是持续不断的时间，间隔性的持续的疼。这个给你，如果你觉得真受不了的话，你就拍一下，它自己就停了。你看，你可以接着拍了。要再聊起来一点吗？不、哦，疼啊！好神奇，这感觉，就是电流吗？痛吗？痛吗？不，加油！加油！哦、加油！哦、用力！几级了？一级。啊，一级。七级。七级？哦，总共几级啊？十级，一级还没到一级。不是，还没到二级。还没到二级。这不是写了八了吗？还没到二级。哇哦！才一级。不，他每个。强度一起，强度一起。痛吗？这才一级，有感觉吗？有感觉。哇！有感觉，很有感觉，抓着我的手啊！呜，要平平安安。呜、哦，这么痛吗？几级？一级啊。嗯，强度二级。哇，一点一点往上升的。对，它是一下一下。可以的。你转移一下注意力。哇，这么刺激！痛啊！这么痛苦吗？蛮吓人的，疼吗？哇！强度三级。
哇，这才三级，马哥，哇，疼死我了，哇，就是，哇，哇，真是，马哥忍住，哇，这么痛，哇，真的很痛，还没生出来，四级，强度4级，4级。才4级，你多伟大呀！多么爱自己的孩子，小飞。马哥，你很伟大，加油！哇、哦！张哥和我会陪伴你的。哦。不行啊！你已经超过小贺了。生一个。生出来了。哇！你生一个吧，等一下。哇！哇，太不容易了吧？哇！哇！那我妈当时生强度5级。哇！哇，真的痛！哇，真的痛，真的痛，兄弟，真的痛，兄弟！这个，兄弟，有这个啊，实在不行你就摁。我跟你说，你别笑，你有本事你来搞一下。啊，我妈还生俩。我妈也生了俩，不容易吧？我妈还顺产。有没有那种一下就不行了是吧？到不了。强度6级，才6你就不行了，马哥。分娩结束，分娩失败，祝您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马哥这么快，祝你身体健康。就很累了。听见了。我今天要是不生了，我没想到会是这种感觉。不生个孩子出来，什么感觉？对不起我妈。就是，这个哦，这个好生一点吗？对，可以弄两个。但我觉得要当爸爸的都应该先拔拔自己，感觉一下疼痛。来吧。为什么只有一边痛啊？这边是没接触好呀，一样的，都接触好。我只有左边现在一边非常，不是现在还痛吗？那那边有感觉吗？这边一点感觉没有。嗯，是那个线吗？我这边一点感觉我左边特别疼。你是现在还疼吗？看一下。他不应该就没了就不疼了吗？刚才还好，后来觉得他往那个肉里钻，真的往那个肉里钻，那个感觉。哎呀，兄弟们，应该加油啊！我要生孩子了。你们要做干爹了，来听听他亲不亲。我都还没有进去。哎呦，真的叫。有点痛。应该一定要生不出来啊。有没有那种压力球啊？感觉我刚才捏衣服了。手心都是，太好了。行吧，一会儿要是哪边没有感觉，你告诉我。好的。我还以为刚那个有点紧张，是吗？那你这两片儿，我说怎么总能这么疼？我一般感觉没有，是吗？张一想，天哪！啊！我帮你。不吓人。我都开始发抖了。真的。你有一个心理建设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感觉真的很吓人。他可能只是感觉到肚子的疼痛吧。还感觉不到震的。你现在还痛吗？我现在还好，我现在有点皮外痛。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吗？心里感觉是感受到了，但是它已经流了。那这个给你。为什么？我就拍就行了。对。两边是一样的吗？开始了。没有，我看两边是不是一样的。开始了。它这边没有吗？有，后面有。他没动，这边没，这边没感觉啊。对，分娩结束，分娩失败，祝您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啥情况啊？就感觉真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刚来就失败了？我能不能？我受不了这个。是很麻麻的吗？不是，真的很难受。开始我就，我好紧张啊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是两个，两个能生出来，我觉得两个可以，四个生是。你们生了4个吗？对，就生了四个。不是，贴就贴4个，生不出4个。
我先想象一下，我等会就没那么痛。设计成功。你小时候玩过那个，就是被那个，就是别人拿那个口香糖，然后一拽，然后它有电，电你一下。哦，知道。大概是那个1000倍吧。啊！他我那个我都受不了，我这边的电脑。那边还是没感觉。这边没感觉。怎么样？有感觉了吗？那就一边有感觉是吗？啊，有感觉了。你的脖子右边可见红一些。哇，我两边都有。我不行了，好痛，好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换一只手。啊！不是，我是真的痛。没事，你抓手指，抓手指。我先提前感受一下。强度一级。啊！我感觉我的手在像白痴。你这没东西，开始擒拿了。你刚刚是一边看一边，所以我刚刚一直接嘛。我的天哪，我这没事，我等会儿我硬撑，我要撑到十级。我刚刚感觉我胃在抽抽。真的假的？有这么夸张？我真不行了，而且我的胃扑通扑通跳两下，太不干了。哎，这是大声喧哗会吵到别人。分娩结束，啊、分娩失败。祝您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两级，那丁哥确实不太正常。妈妈呀，他们是怎么生一个的？他们上次是不是接触不良啊？妈妈，你太厉害了！你要不要试试两个？不，等一下，先让他们试吧。哇，是真的是吧？他是生了几个呀、啊？哦，他是两个，他是四个。哇。这哇，能生出来，真的！你儿子，我要生孩子了，就感觉真佩服。跟我的肱二头肌一样。不行，太难受了，我感觉。哎，你真的出来一个东西捏了？真的假的呀？先不慌吧，先我让我感受感受这种。哎呦，你等一下，我先感受一下，我捏哪里好行吗？来，你这样捏我。来吧。那如果他还生出来吗？他还是什么？应该只能感觉到我妈妈的鼻。这两边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是长腿，是不是太瘦？太瘦是吧？你们都很瘦。那心里疼。好多了，感觉。我现在怎么就感觉到疼了呀？你等一下，你试试。我是真感觉到疼了。是真的不舒服。一点夸张没有。心里感觉。刚刚那鱼痛。就是我的鱼痛传给了你，张哥。就张哥，你握哪儿比较好？你开始了吧？开始了，才二。才二。就是一都没到呢。对，一的二级。对。啊，这种感觉原来是。对。一级有几个？十个。啊、一级有十个。啊，慢慢跨几个呀？哇塞！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一百级这样。张哥，别碰到这个，我给你拿远一点。那我刚才也超二分之一。你真厉害。你抽。我真的到后面真的刺。啊！真扎你。不是，真我真受不了这个太难受了。
我疼得差点眼眼泪都要给我疼出来了。全部一起，才一级，我刚才二级，确实有点弱。等一下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张哥，深呼吸。怎么呼吸啊，张哥？他们怎么生出来啊？我给你孩子取的名字吧。你生出来了，我也给你取名字，我认他做干儿子。我现在先取。啊。你叫丁星星。你跟我姓的。哇。张小芳好像是。张小芳。张芳芳，张真真的有这么夸。他小时候取过，他给他女儿取过名字来着，叫张什么芳。妈。是不是叫张什么芳？我不知道。张是。张真芳。你想一想，你转移注意力。强度二级。张什么来着？你记得吗？穿黑色衣服，你说的那个，吃饭的时候说的那个张。吃饭的时候。张芳芳芳啊，张芳芳芳就是张。当练习生的时候，他起了一次，这样子。给贴着胃疼啊！我也没吃饭。我也没吃饭。强度三级。啊！挺厉害的。妈，我真的感觉好痛啊！我要给我妈发个视频。我给你，我来帮你。啊！我的面都已经扫不出来了，已经苍白了。不行，我来帮你。我竟然发过我妈的视频，好奇怪。我给录给阿姨录个视频。阿姨，你看小江现在体验生孩子。啊！加油！你有什么这个想孩子取名字吗？给阿姨发过去了。马哥，你怎么到六级的？你跟喊我名干嘛对象？你别喊我名字，你喊张。啊！我的天哪！你手给我，你别碰碰它，你手给我。哎哎，别下去，别下去！五级，那怎么下去了？快让他上！啊！不是真的，一会儿几级？一共十级，现在五级。很紧张。哦，妈，你是怎么能坚持真的疼的？六级了，六级了，张哥。啊！六级了。强度六级，加油！这个不是，两边都有，太痛苦了。叫吧，叫，叫出来好听点。强度七级。这个可以生出来吗？这个还有三分钟就可以生出来。冲击三十秒。整点都摆了，算了吧。可以的，张哥。咱就说必须要跟他们隔空卷一下吗？没必要这样。你确定他们生出来了？我是二级，我的手我不敢呼吸。我也是，我一大呼吸，我就抽。不叫。不叫就证明更难受。疼麻了吗？你看他手一直在用。九级了，就马上九级了，没事，坚持这样吧。我估计九级我就得按了。强度九级。就还是五十秒，五十，四十九，四十八，四十七，四十六，四十五，还有三，二，一。强度十级。啊。分娩结束，分娩成功，祝您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太不容易了。我真感觉，我到后面我说不出来话了。欢迎，起个名字吧，叫芳芳。就叫这个吗？名字别的想不想改了？我不知道。
叫张鑫，叫我要叫他张不疼，我感受到疼是多么的痛苦。张不疼，张不疼。行，不行了，我也下床。觉得到时候跟孩子妈商量一下。行，跟孩子妈商量一下吧。不能去这样。你要再来一次吗？我真的感，哦，不行。我真的感觉后面要抽筋了，他已经抽了一下，突然停在那儿了。生完之后感觉好爽啊，不是爽，就是突然疼痛没有了，就感觉啊，像活过来了一样。你看妈妈给有没有给你回？哎，对，我真给我妈发了，我从来不给我妈发这种视频的。我给我发的，我从来没有给我妈发过这种视频啊。妈妈回来了吗？没有，她没理我。回去哪了？我摘了之后还有那种，满脸红的，我天哪！我看也是这样，变的了。张宇，你还想生一次吗？我不生动了。这是分娩椅，在真正生脸的时候，这个坐在这个上面生要比在产床上生容易，可能会好使力，痛会缩短它的产程。哦，因为这样重心。对，刚给我放下去的时候，我感觉要过去了。它也是贴着的吗？我看一样的，我来吧。你给他贴两个试试吧。啊，行，那我给你。让他洗一下，稍微冲一下。真不容易，我说实话是真不容易。我脑子里就这几个字了，真不容易。而且还就这么一会儿，别人是几个？妈妈他们是几个小时？对啊，我就说我就这么一会儿，我就感觉真的要不行了。我刚才才一两分钟就不行了。我妈是不是以为我是有什么？来吧，我来吧。这个是什么？镜子。这个是分娩的时候，妈妈可以通过看到镜子，看到自己孩子出生的过程。我争取到个六级。可以的。到九的时候，要不是丁哥跟我说，他有能。我们今天看一下，我就真的放弃了，有点要拍了的感觉。你看我右边。够着这个吗？够着。这个能够着。刚好。再帮我再拿开始了是吗？这个就两个。坐着更疼啊。好疼。还是一碰就那个啥。对，没碰。强度一级。加油，丁哥。好痛，我已经分不清楚它是胃痛还是。对，我后来感觉胃在跳啊。对，我不知道是抽筋了，但感觉是有点抽筋。像跳个东西。还给我挤一下，还给我挤一下。他也不敢压上，像后面我压根就不敢呼气了，我一呼气感觉在抽，你知道吗？姐，你猜我现在在干嘛呀？我在生孩子。强度三级。我现在才三级。哦，好，可以了。加油，兄弟！这个叫是真忍不住的。他这还有个小表情，好嘚瑟呀！他不是嘚瑟，他是你痛苦的表情。是吗？我以为是他邪笑呢，他在。强度四级。他脸上无了，他到撕开脸就开始红了。一二三四五。但他笑得比刚刚开心了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他不开心啊！我不开心啊！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。啊，一二三，从前有个，从前有个什么？山上有个庙，庙就是哦，不是，专一个庙。还有丁哥。丁哥说个笑话。啊？丁哥说个笑话。笑话？完了，你是储存库不够了呀？我只会那个高速公路那个。我只会一头鹿跑向那里。啊，好疼。我给丁哥喊几个领导。我知道用这个比较好笑。我叫丁星星。一个星星，强度五级。哎，他突然表情变成一道横杠。女儿怎么办？也是星星啊，那个星，金子，金倩，欣欣笑容。女儿叫张，丁乖乖。我女儿叫，我给她取个五四个字吧，让她以后老是罚抄名字，写死了。丁倩。这点很。那我儿子叫张卫，我卫他。
到底我好痛，胃好痛，张胃。强度六级。我就妈给我爸。我刚刚抽的。我叫丁什么？丁刘。丁天，你叫啥？你叫丁刺儿，因为刚刚刺疼。我觉得好痛，他坐着没？他变外星人了，他这个表情之间。怪死了，我生不出来了，哥哥，我生不出来了，不生了。加油，丁哥，已经快七级了。我不想生了。这个能量条已经快到七了。我生不了了，哥哥。你先再见。再见，你见不到我了。这会儿见不到我了。我刚刚也是这种感觉，但是见不到我了，大哥。真的真的。张哥，你见不到我了。不是，我刚也是这种感觉，丁哥。你要相信我，不会有。强度七级。张哥，你真见不到我了，真见不到我了。他怎么停了？你要松手的。停了，停了。他没停。哎，没停。我怎么停？我停停。大哥，真没停。真没停。好怪啊！他从时间还在过呀、啊。他自己停不下来了。那我帮你按了啊。停下来了，能不能帮我停？我都坚持不住了。这个急停开关，但我不敢摁。分娩结束，分娩失败，祝您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天哪！你干那个？我真是。确实吧。你想一下。脑子还是。就坐着生不一样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再要不再体验一下？你少来了。你要是摁这个不行的话，你就试试暂停几次。好的，谢谢。怎么还在电啊？是不是第一次来的太猛了？第二次突然。有可能你第二次没什么感觉。你是你感觉吗？这次感觉不太一样。不疼是吧？是种微微的颤动。还得是我张哥。我是不是被电麻了呀？你估计是麻了。开始了。我麻了。强度一级。不是，他现在是一抽一抽的。他就是一抽一抽的。怎么会抖呀？你不疼了是吧？不是，他会跳舞。真的在抖，嗯，这个是右臂疼不疼？啊、哦，真的是，是吧？而且是左边疼的比右边疼，而且这个还才两个，强度三级，强度要升了。你可以再抖一次，多升一个，升算你仨。我马哥升一个，而且花生哥升我，我才不对啊，为什么对啊？不放丁哥升吗？嗯，不是也不太对，不是这个。不是这个逻辑，对对，不是这个逻辑，你不是你，你能不能帮我升？是，你能帮我们体验一下，体验下来，升个空气出来。啊！我发现不能靠着更猛。从此我教你。等一下，我靠一下，我试一下。强度四级。疼痛感，疼痛感的刺激。贼疼！我现在有点。就是整个人在抖，嗯，有点说不出来，感觉跟第一次心态不太一样。那你这次有信心能生出来吗？这次我感觉很笃定，但是我疼是疼，就是我已经有了那种坚定的信念，就是我就感觉你说不跟第一次不一样，真的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就我现在确实很疼，但我现在能说出来，而且我。他现在更疼，让我这种感觉是越发强烈，就是说出来的感觉越来越想疼是吧？越疼越想疼。我真的有点这种。强度五级。你看他开始抖了。他早就开始抖了。不是，他抖的关键是还是疼。他能不疼吗？你就是生完老大，生老二有经验吗？啊，真的有点这种感觉。你再起个名字来。你马上叫他。江布。那也太惨了，跟第一个比。你叫张不痛，那你这个叫张不痛吧？行，叫张不痛吧。哇哦，开始了，第一次的感觉来了。
我突然又有点后悔了。强度六级。我的信念不是那么坚定了，但我不会像第一次那样那么情绪激动。哇哦，开始了！哇哦，不是，第一次感觉来了。说不出话了。哇，这才两个。强度七级。比坐着四个感觉不比那个弱呀。真不比那个弱，真可怕。我现在说话很温柔，我真的说。成了八级了。厉害，真厉害。你真是我哥，有点呼吸不过来了，不影响我的呼吸。我疼的时候我用不上劲儿，不是？用不上劲儿，用不上劲儿。我帮你转注意力，转移了。强度九级。就转移注意力吧，有一点。我也不知道这是。我想想怎么弄。你就唱首歌。想听妈妈的话。自白下。别让她说。忘词了。强度十级。分娩结束。其实不管顺产还是剖腹产，都是对这个身体有很大的伤害。它是会一直留着一病根的，就是希望各位小朋友好好听妈妈的话，对，一定要听好，给妈妈的话。也希望这个天底下爸妈都可以健健康康的，对，健健康康。老师，我刚才想象，确实是希望都能健健康康的，然后也很感谢我妈把我生了出来。母亲节快乐！祝大家，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！